我以为你要对错。在哪里录的？在我家，在家里。对主。对啊，为什么效果这么好？谢谢。好，新手照也到这里结束。耶，40分。第一个提案呢是伊莎贝尔的周松团影响力报告意见征询，请伊莎贝尔上台。可是我没有电。那个麦克风。你可以直接用麦。Ronnie 的开放国会的线上参与，请准备。哦天哪，好紧张哦！因为上次黑客松、实体黑客松已经是十二月的事情，慢慢走过去。他来了，好，因为我要讲的事情不多，所以那你插上去就可以了。来，我先问一下，那个有人不知道救生团的吗？在这边，有人不知道救生团在干什么的？好，嘿 ，Ronnie， 你好。救生团就是GDB 的一个工作小组，那他这个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办今天的黑客松，两个月一次办黑客松，然后还有负责就是GDB协作线上协作需要的基础建设，然后我们过去曾经办过公民科技奖募金，还有今年办的临时小学校。那今年一月二月疫情开始之后，我们就是开始办开始有一个线上纠松的一个另外一个专案，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做维持社群可以基本运作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小组比较特别，是我们有请两个半的职工，就是 Base 还有以杰跟任翔，他们是现在我们就是纠松团职工。那因为有职工，我们必须要募款，所以呢。我们就想说必须要写一个影响力的报告，来让就是捐款人知道说我们把那些钱用到哪里去，怎么用这样。那其实这是第一次有工作小组写影响力报告，那花了还蛮多的时间，我觉得现在也还不太完整，但是总是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， 所以我们先把它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。那很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意见就在上面 comment 这样子，那网址就是在我现在贴的这个网址上，那就先这样，实际上内容就请大家看。那我们等一下也会领一个牌子，大家有问意见或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。好，我讲完了，谢谢。